你们俩不看路啊？真玄，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荣金珍，荣金珍，安科长，营长荣金珍干嘛呀？他说去上厕所，我去看了，厕所里没人。我看见他了，在哪儿？他刚刚出去了。他不会又跑了吧？ 别管我，把他给我追回来！快，追！你干嘛？上哪儿去？往哪儿跑？我，保安。我什么？给我回去！是他，怕什么他？逃兵。 走！不是那个，回去再收拾你。走走。荣金珍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对不起，你甭跟我说对不起，还想跑是吧？ 当逃兵，早知道你这样，还不如把你送回青辽关禁闭呢。我没有，我以为我能帮上点忙。你帮什么了？我看见那个人了。 你说什么？那个眼睛、那个鼻子，还有脸，还有胡子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是那个人。在哪儿看见的？楼下，厕所。老实在这儿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
2公斤 TNT， 相当于400颗手榴弹的威力，一旦爆炸，整个华山路派出所都会夷为平地。今天你有功。 通报一下，我刚刚接到报告，宁州市发电厂发生爆炸，新建的一台大功率发电机组被毁。市领导高度重视，已经命令消防、医疗部门协同配合。 先了解情况，控制火势，抢救伤员，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同志们，现在事态很严重，大家都知道。 那台大型发电机组是为213工程供电而特地新建的。敌特有胆敢在华山路派出所安放炸弹，这两件事同时发生，绝非偶然。他们是有针对性的。我建议对重要的单位和部门立即加强安保措施。 我同意安东的分析，敌人越猖狂，就显得我们越无能，必须要反击。我命令韩冰、赵其荣，到，你们立即前往发电厂，核实具体情况。是。 翟立、潘森，到，加紧调查荣金珍所见的那个人。这是个突破口，要抓住不放。是。老板，来碗清汤面。好嘞。 确定发电机组都炸毁了？我亲自动的手。那为什么供电这么快就恢复了？这只是紧急供电，恢复的是城里的基本生活用电。主机要想修好，且得一阵子呢。 那帮你忙的那个电厂工人呢？在事故中不幸遇难，已申殉职了。很好，这是给你的。
电子管被劫，发电厂被炸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。半年了，血检查、挨批评、做检讨，都成了家常便饭。这不，总部首长刚刚来了电话，又把我给 K 了一通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把高铁的脸皮变得比城墙都厚。正当无能，让你这么难过，我很不舒服，实在不痛快，你可以骂我一顿。我打了一辈子仗，跟你比，我是个大老粗。破译子命，我真的是干着急帮不上忙。正当，你告诉我，需要什么人、什么材料、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，只要能破子命。真的，701不能永远是瞎子。要是拉错了线，炸弹爆炸了，怎么办？我只能扑上去，用身体压住它，让爆破降到最小范围。你真自私，这样你就成英雄了。你很勇敢，可是你想过我没有？如果你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报告。你出去。荣琴珍，进来吧。安教官，对不起，我今天看见那家伙的时候就应该当场把他抓住。我不知道他会在厕所里放炸弹，真危险。还好你把炸弹给拆了。你很警觉，现在大家都平平安安的，多亏了你。谢谢。没什么事儿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安教官，我知道您今天晚上值夜班，我怕你渴，所以给您烧了一壶开水。我这儿正好没水了。对不起，你就是个饭桶，你能干什么呀？
你就是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大傻瓜！陈丽，你觉得你害安能害的还不够吗？谁对你好你就害谁，谁关心你你就整谁，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了。你说你在收发室待得好好的，跑出来干嘛呀？为什么要向魔鬼一样缠着安能不放？对不起。 对不起有用吗？他打了那么多仗，日本人的炸弹都炸不死他，好不容易熬到和平年代了，回头死到你手里冤不冤呐？荣金珍，算我求求你，你就好好的待在你的收发室，把你的报纸离安能远一点好吗？好，我知道错了。 我回收发室，站住！过来！我叫你过来！ 我叫你倒水，倒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是把我烫死，你也得给我倒。 干什么？他是你上级吗？你做事需要经过他批准吗？我命令你，给我倒水，倒！ 学会负起责任，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逃避。我不能一辈子守着你，护着你，给你吃补药，给你打鸡血。我要是不在，你怎么办？你要是不在，我就在收发室倒水、倒杂。 发报纸！你混蛋！战力，把所有的钢都给我拿过来。去啊！我叫你去！
你看，这个就是拿那个电子管的基础源。小梦，27岁，去年刚从苏联留学回来。他上车之前告诉我，他老婆刚给他生了个闺女。他又被选拔进了研发新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科研小组。 他说：“这是双喜临门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他现在牺牲了这个发电厂，整个213工程都指望他供电，几秒钟全没了。” 国家投资了4000万的发电机组，瞬间变成一堆废铁。我们的工程停一天，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就少一寸。你知道敌特们为什么能做成这些事儿吗？因为他们有一套非常强大的密码。 它叫子密，就是子密帮助他们谋划、联络、布局、实施。他们就像幽灵一样，在风中随意触摸。可我们什么都抓不到。如果能解开这些子密，我们就能掌握他们的计划。 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荣锦珍，你知道我给你的那些练习题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子密。你来701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倒水、打杂、发报纸。 而是为了破译子谜，而你要想破译子谜，你自己首先要变得强大、自信，懂吗？ 要想自信，从倒水学起。倒，荣锦珍，从今天开始，像个男人一样的活着。那天，宅里总共拿来了15个杯子，每个杯子的容积是400毫升。我反复倒了20遍。 总共是120升水，一个成年人可以喝80天，冲24次厕所，煮沸12锅饭，洗2次澡。虽然我的手很酸了，肩膀也很疼，我的内心高度紧张，但是120升水。
我一滴也没有撒。上车吧。走吧。小荣，小荣，打回来我就看你情绪不对，是不是在外边犯错误，让人给轰回来了？我没有被轰回来，我是被郑处长派专车接回来的。放屁！你能有这待遇？我都革命一辈子了，领导才分配我一辆三轮，让我上后山拉菜。别敲了。别敲了！说实话，是不是捅娄子了？王主任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回去参加校长的追悼会？谁说的？胡说八道！这是人之常情。那是你父亲，荣军军，荣军军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好啊！你这几天不在啊，我这心里闹腾不踏实。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，能活着回来，还没受伤，全息全影，就是个奇迹。走啊，下棋。秦领导啊，我正要跟你说，我以后不能老陪你下棋了。为什么？喝完这墓碑。我就得开始算题了。算什么题？算什么题？棋比天大。走。我告诉你，这棋里乾坤大，棋里自有黄金屋，棋里自有颜如玉。展丽，展丽，怎么了？这是，半天不理我。我凭什么理你啊？有荣军镇定就够了。你看看，人我都送走了，还生气啊？我就生气，我看见他我就来气。不过也好。我这一生气啊，我脑子就清醒了。我一清醒，我好像想通了一些事情。想通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些地方是我们这几天搜索过的位置，大多是街道、市场、工厂和住宅区。我觉得我们找错了地方。找错了地方？你看这些照片。这些照片我都仔细研究过。只拍到了那个人的脸，没有其他线索。
看这张。轮胎印儿。你注意一下上面的红土，照片上虽然不够明显，但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景。快走！今天早上我打电话询问了公安部门，发电厂墙外也发现带有红土的轮胎印，所以我判定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应该也有这种特殊的红土。特殊的红土。目前宁州的施工工地有三处，分别是这里、这里和这里。在这三个工地中，城西侧的这个工地紧邻一个砖瓦厂，他们经常会运送拉坯用的红土。这里离案发现场最近，又正好在我们的布控盲区。如果把这个盲区和案发地点相连，就会出现一个以砖瓦厂为中心的三角形区域，这才是我们应该搜索的重点。各组注意，各组注意！我是洪氏，立即执行新的布控路线，迅速前往城西安荣镇附近的砖瓦厂，大家在那儿汇合。哎呀，我真羡慕他们在一线呢，搜索、跟踪、抓捕，多带劲啊！想想有刺激。不像我成天在这听啊听啊听啊。行啊，跟你们于师长打个报告，申请调到我这儿来，就怕他舍不得你撅丢耳朵。开车。是。n 等于二分之 n 乘以 a 一加 a n， s n 等于二分之 n。嘀咕什么呢？说你呢，臭小子。没什么。s n 等于二分之 n 乘以 a 一加 a n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干什么呀你？有病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了，荣金针。你小子是不是让我揍你啊？啊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大家听一听。
我要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。两袋包子，鸡腿烧饭，还有饭后苹果，请大家尽情的品尝。孟小鱼，你有意思吗？好玩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就知道吃。了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这都是用我自己津贴买的，我求你们了，你们就吃一口吧。终于完成了，如例。boss，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，这些无名英雄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墓碑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。少奇，立正。教练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每个人都将会在这儿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箱子。这个箱子里放着的，将会是你们的奖状、勋章、遗物，还有遗书。因为有了这个箱子，你们将变得与众不同，你们的青春将变得无上光荣。箱子虽小，但它充满了责任、使命，还有梦想。高飞。
去何为？